我的案件就是个 title 就是逆子杀母血案，其实都几凶残的，因为呢在这个案呢是很特别的，是警察是找不到我的散动的，是都不好明白为什么好地地一个仔呢，即身边的邻居都认为这个仔是乖仔，突然间一夜之间嗌埋他的朋友一起去杀自己的爸妈。所以那時候這宗案件都挺轟動的，我就是當中那個主謀啦，也都我有個朋友就是許俊豪啦，我們兩個都也都有玩開這個劍道，劇中裡面也都安排了一位女朋友給我，就是海晴飾演啦，她也都有陪我一起學劍道。那又沒有，以前都是很和平地分手的那些的，都是你提出的。不要提了即是大家大家溝通之下，係啦咁樣啦，其實都係嗰啲性格不合嗰啲咯，做得翻嘅，係啦，都好好朋友噶。看情況啦，每個 case 都不一樣嘅，冇聯絡嘅點都有啲嘅，都有啲嘅，咁因為。我都唔記得咗自己有幾多個啦，講笑，真嘅，哎呀，講笑啦，真唔記得啦，